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0年1月3号，然后双蛋19:56，准备这是1251次开往新竹的BN88881，二代尾小圈的。喂，你说。明天你不是说那个要去实习何库？对啊。1586已经，原有515/40164，从北回线开往花莲。所以，10164从北线开往花莲的区间快车，车往区间快车，再上来你看，又一次。你说一，对啊，1月1号休息啊。